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慧灯问道节目。许多人在学修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各式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怎么持咒啊，怎么带加持品啊，怎么对待法宝啊等等。这些问题虽然不是很大，但也常常困扰着大家。现在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尊敬的慈城罗珠堪布来到现场，请堪布在百忙之中帮助我们解决这些修行当中的问题。欢迎堪布的到来，欢迎您。好，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可以向堪布提出自己在学修当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有请诸位。堪布您好。您好。我想请问，就是关于这个皈依的次数是否有限定？比如说我有幸遇到了多位师父传授皈依，我是可以多次接受皈依呢，还是一次就可以了？皈依的话，第一次我们皈依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找一个上师啊，就在这个上师的这个座前啊，规规矩矩的就受一次皈依啊就可以了啊，可以了，这个原则上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就后来啊，你想比如说做个三次五次十次的这个皈依也可以，这个都没关系的啊。还有一个呢，比如说皈依啊，第一次皈依完了以后啊，比如说我们每一次每天都这个做这个功课的时候呢，在这个功课的前面啊，就有这么几句这个皈依的词和这个发菩提心的词啊，那通过这些衣柜啊，我们自己也就可以啊，没有人给我们穿，但是我们自己可以啊，把这个佛菩萨啊观想了以后呢，就在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座前啊，自己守这个皈依戒也可以的。那所以这个皈依戒呢，你只守一次也可以，或者是你只守很多次，这都可以，都不矛盾的。那请问是否可以皈依不同的师父呢？可以的，不同的，这个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啊，我们皈依的是这个一定要明白，我们并不是皈依这个人啊。比如说我给你们穿这个皈依戒啊，那你们就不要以为是来皈依我，不是。那我是来干什么呢？我是把这个帮你们做这个仪式而已啊，做这个仪式而已。那么换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样，不是皈依他啊，他是来帮我们做这个仪式啊。那做了这个仪式，我们到底皈依了谁呢？皈依佛啊，皈依法，皈依僧。我们是皈依三宝，并不是皈依某一个人啊。这样子理解的话，那就不会有这个疑问了啊。皈依就五个、十个、八个都没问题的。明白了，感恩堪布。明白，谢谢堪布，这解决了我心头的一个疑问。还看看还有哪位朋友有问题？哎，这位，来，堪布你好，我想问一下，在学习佛法之前，已经犯下杀生等罪行，要怎么消除呢？学佛之前，这个犯这个杀生的过犯杀生的这个罪，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普遍啊，非常常见。比如说我们任何一个人，至少这个小的时候，就是不懂事的时候，就杀生啊，杀很多小虫子呀、啊、等等，这个都会有的。那么现在比如说学了佛以后呢，就知道这个是不对的。那不对的话，知道这个不对是非常好，这个就是一个忏悔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那现在我们不管是为就是忏悔这个杀生也好，其他的罪业也好，一个最最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修这个金刚砂陀的忏悔的方法啊，里面呢有这个四个方面的这个方法，叫做这个思理啊，四个理量啊，对治力，用这个四个理量去这个忏悔啊，这样子的话，再大再大的这个罪过都可以这个消除，都可以忏悔，忏悔的非常非常干净。所以都没有问题的。就是就像当年啊，阿底峡尊者他也讲过，比如说像密法啊里面的这个戒律啊也就比较多，然后呢犯了这些戒的话，这个罪过也比较大，但是呢好在有这个忏悔的方法啊，
有这个金刚萨埵的忏悔的方法，因为这个金刚萨埵忏悔的方法呢，简单啊，不复杂，每个人都可以做，然后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所以我们用金刚萨埵的方法是修法的这个方法是最好的啊。还有一个呢，比如说杀生啊，那就用这个放生，还有就是做任何一个善事啊，我们为了消除这个罪业，做任何一个善事，比如说修路铺桥啊，当义工啊，参加这个慈善的活动等等等等啊，都可以这个成为消除这个罪业的方法。但是这个当中最好的一个呢，就是金刚萨埵的这个方法啊，四个对治力的方法。谢谢堪布。好，谢谢。我们继续看看朋友还有问题。堪布您好。你好。就请问您一下，就是作为初学者在修行时，应该是在一个寂静的环境中，还是在一个喧闹的环境中修行比较好？谢谢堪布。初学者的修心呢，当然是比较安静的地方啊，是应该是好比较好的选择。因为这个周边的声音呢，就是太喧哗的地方，就可能是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还有这些声音对，比如说大坐禅修的话，它会有一定的这个干扰啊。而且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的禅定就是没有太大的这个力量的时候了，所以很容易就被很小的干扰啊都就破坏掉啊。所以这个有这个条件的话，就是选一个稍微比较平静的地方，安静的地方啊。但是这个所谓的安静呢，也不是到这个山里面去啊，到山东去这个大坐，像米拉日巴这样子，这个条件就恐怕对任何一个人都很难啊。所以就是脑中取静，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周边啊，就找一个稍微比较安静一点的寺庙啊、农家乐啊、度假村呐、这样子的地方，就一天两天啊，节假日的时候，比如说最好是七天啊，没有那么多时间，那三天啊，一天也可以啊，就是在这样子的时候呢，在比较平静的地方啊打坐啊，稍微适应了以后呢，然后再换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的话，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啊。不管怎么样，开始修行的时候呢，这个环境还是有很大的作用。好，谢谢堪布。我看还有哪边有问题。好 ，A 这边，堪布您好。你好。在晚辈的心中，一直认为修行是勇敢者的游戏。然后呢，我也就是看过书上很多地方在说，不能用凡夫的心去度量佛菩萨的所作所为以及佛菩萨的境界。但是呢，我通过读《地藏经》呢，其中有一句是，地藏王菩萨发大愿，度尽众生方证菩提。那么我想地藏王菩萨一定知道，如果他不成佛的话是度不尽众生的，可是为什么地藏王菩萨还会发这样的大愿？想请堪布您给我们开示。这个问题好厉害的问题。是的是的，非常好。比如说发菩提心啊，它有三种不同的菩提心啊，那三种不同的这个菩提心当中呢，一个叫做这个果王式的这个菩提心啊，果王式的菩提心呢，就是我先成佛，然后我先成佛了以后，我再来帮助你们啊。比如说国王啊，我先上台啊，然后等我有权力、有实力以后，我再来帮助你们啊，就是这样子的方法。另外一个呢，就叫做牧童式的这个发心啊。牧童式的发心呢，牧童他让这个牛羊啊走在他的这个前边啊，他就跟在后面啊，然后呢把他们就带到一个有水喝、有草吃的一个这样子的地方，但他不是先走，他是从后面跟着。那这种菩提心呢，是我想啊，让所有的众生先成佛啊，我要让他们先成佛啊。那关于我成佛不成佛不重要
啊，不重要，我要让他们先成佛，然后呢他们都成佛了以后呢啊再说啊，我的这个成佛呢再说啊，这个不重要，我让他们先成佛啊，就是这样子。那么地藏王菩萨的这种法心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这种法心啊，我要所有的众生先成佛啊啊，我就最后这个成佛。那他的这个表达，他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这个是非常非常有这个强大的这个法心和这个慈悲心啊，我反正不管啊，我要让他们先成佛，就这个意思。嗯，但实际上呢啊，比如说你不成佛的话，那你能让他们先成佛吗？这个很难的啊。所以时机跟这个实际的这个啊，和这个他的发心是有一点点不一样。那这两个矛盾不矛盾？也不矛盾。这个就佛经里面呢也就讲过，这两个是不是矛盾呢？不是，就是因为这些佛菩萨啊有特别特别强大的这个慈悲心啊，所以他就说啊，我要先所有人先成佛啊，然后我成佛不成佛都没关系啊，都没关系，就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呢，刚才讲的，实际上自己先不成佛的话是成不了的。当年释迦牟尼佛啊，他也是这个发心啊，释迦牟尼佛也发心啊，我要所有人先成佛，然后我再成佛。但释迦牟尼佛后来呢，我们都没有成佛的时候呢，他就成佛了。啊，他已经成佛了，实际上是先啊，实际上这个最接地气的就是这种国王式的这个发心啊，先自己成佛了，然后再让其他人成佛，这个是非常的切合实际啊。另外这个呢，发心是发得非常非常的好啊，强大慈悲心，这个只能说。只能表达他的这个慈悲心非常的强大，但是这个是不太切合实际的啊，实际上这个是没办法实现的，是这样子。谢谢堪布，做的精彩作答，谢谢。我们看看还有哪位有问题，这位观众来。堪布您好。你好。请您开示一下，就是念咒的时候是出声念和默念哪个的功德更大，作用有什么差别，然后请您给开示一下，谢谢。修行当中一些问题啊，对，念咒的时候呢，有不同的咒就有不同的念诵的这个方法啊，除了一些特殊的这个咒要默念啊，不出声音，那这个以外呢，平时我们的这些咒啊，比如说像这个观音心咒啊，莲华生大师的咒啊，金刚萨埵等等等等啊，这些呢，这个要看什么样的场合啊，可以这个出声音啊，就有声音念啊，不方便的话那就默念，这两个功德是没有什么大小啊，都是一样。但是这个不管是诵什么吃什么样的咒，这个有一些要求是，比如说不能这个速度不能太快呀，太慢呐，声音不能太大呀，太低呀，有一些这方面的这个要求啊。除了这个以外，这个出声音和不出声音的功德上讲，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别了啊，都可以的，应该是看什么样的场合来决定。那感恩。谢谢，希望能给你的修行有一些帮助，谢谢。谢谢。好，我们再看还有哪位有问题。好，这位来。堪布你好。你好。我想问的是，《法华经》里面讲，如果对于阿僧祇世界，四百万亿的阿僧祇世界，做广大持久的供养，远不如听闻一句《法华经》。的功德大，我知道这个布施能得财富，如果说我听闻了，随喜听闻了《法华经》，那么我来世是否能够得到无量的财富呢？这个功德呢，不是不能从这个得财富从这个方面去讲啊，不能这样子衡量。
就是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就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然后呢用太多太多的功拼啊啊去供佛，那最终我们得到的就是财富而已。那然后呢就是像法华经还有很多其他的大乘佛教里面经常也看到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话，那意思就是说布施啊，这个物质财富的布施，只能增加我们的这个，福报福德，不一定能够让我们解脱啊。然后我们听这个《法华经》以及其他的，比如说《般若经》，那它就不是让我们啊增加这个财富，而是让我们解脱啊。所以这个布施就是没有办法代替。听这个般若的佛经听般若佛经听孔经的话，那就我们能够解脱能够解脱，所以这个功德就是远远超过了这个布施的功德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它的这个功德呢远远超过了这个布施的功德应该是这个意思。谢谢堪布。谢谢，再次感谢堪布为我们精彩的作答。看看哪位还有问题？好，这位观众，尊敬的堪布您好，你好，请问堪布，请问藏传佛教显宗的内容也需要传承才可以修吗？比如观音心咒，在没有传承的情况下念咒的时候，是否有利益功德呢？比如说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都是一样，这个，比如说它的密宗的部分、宪宗的部分有一个传承的话，那是很好的。传承的意思呢，比如说从释迦牟尼佛到现在这样子一代一代一代这个传下来的，这个从来都在这个中间是没有间断过那这样子以后呢，对我们的意义呢，这个传承的意义是我们在这个法脉从来没有间断过，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从中就可以得到这个从佛陀到现在的这个加持佛的加持这个是显宗的部分也是这样子但是显宗跟这个密宗的就是有一点不一样的话，那不一样的地方呢，密宗的话就要求比较严格比如说首先要观钉一定要观钉，然后观了钉以后呢，然后还有需要有传承有了这些以后才能够去修所有的这个密法都是这样子那显宗的这些部分呢如果有这个传承是非常好的但是没有的话也不是不能修只要你知道这个怎么修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网络通过这个光盘学习明白怎么修，那就我们可以去修。一般的比如说像人生难得生命无常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很简单的这些基础的这些修法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念一些这个显宗的一些咒，或者是显宗诵这个显宗的这个佛经比如说地藏经金刚经没有这个传承也可以念念了也有功德就是这样子。